大家好，我是吴邪，今天没睡醒，又来给你们玩消灭小蜘蛛了。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，每次消灭蜘蛛，家都会被我给拆了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这次我准备了蜘蛛糖果以及霰弹枪。我就不信蜘蛛这回我还对付不了你。首先拿个糖果丢地上，小蜘蛛出来呀，小蜘蛛出来了吧？砰，消灭一个。拿出蜘蛛糖果去房主老婆的房间，丢一个糖果，两个糖果，小蜘蛛快出来吃糖果。就这样轻轻松松拿下了一堆的小蜘蛛，这个糖果太好用了，蜘蛛快出来吃糖果啊，吃糖果呀，蜘蛛快出来吃糖果呀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，小蜘蛛这回，哎，吃糖果，快过来吃糖果，吃糖果，吃糖果，来。就这样我们轻轻松松地完成了房主交代给我的任务，消灭了八个小蜘蛛。